日前，林峰亲自为老婆张馨月煮宵夜烫伤了手，或张馨月发文大秀恩爱说，老公忧心煮的宵夜还不小心烫到手，所以我吃的是面吗？不，我吃的是爱，瞬间引起大家的羡慕。今天18日，林峰以歌手身份亮相音乐节目，在受访时就对此事做了回应。煮宵夜俾太太食嘅时唔小心碌亲啊，好烦。咦，你又知咁快？有冇好啲啊？伤口？冇，好小事啫，好小事啫。因为我有时粗手粗脚，有时系啊，有时即系比较急嗰个，咁所以有时好少小事啫，嗰啲系啦。手指啩冇乜事啊。林峰最近拍的电影已经杀青，趁此空档好好在家陪妻儿享受天伦之乐。被问到有没有生二胎的计划，他就表示觉得女儿有个伴会好一点，言下之意料想大家都懂的。我是觉得就是给女儿多一个兄弟姐妹还是好的，对，就是小孩子嘛，还是有个伴会好一点。那这个就我，但我跟我太太的态度还是顺其自然吧。